他们是一号人物。王传君呢，在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里面有惊人的爆发力。朱亚文出演娄烨的电影《浮沉迷事》，许鞍华导演的《黄金时代》，还有《诗人》入围了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。胡歌先生参演了诸多电影，2019年主演的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还有和导演陈可辛合作《李娜》。好，稍等，我们先把雨伞都收一下，好不好？收一下，然后拍完照，这样会显得更帅气啊。来，我们来一波欢呼声。好，来采访一下，简短采访一下。我们知道三位都是我们的一号人物，但是要问只有一个名额的话，你们心目当中应该是哪一位？是自己还是好兄弟？哎，传君怎么让得这么远？这我师哥。好，你认为是胡歌是吧？那我想问一下胡歌，如果只有一位一号人物，你认为是谁？是其他两位还是自己？是朱亚文。原来脱口秀已经开始了，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三位。来，里边请。现在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